好，那往那儿抛，这儿抛，这儿抛，好的，再转身四个三抖，好，上行上抛，转一次，对，好，从这儿滑。还在我，就是刚才那个动作完了以后，他一转身，转身，最后一个收势，收势，我就学最后一下就行了。OK， 能行吗？能行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然后还有一种是扣住这个地方，撑得特别快，这个是生气的，就是一种。然后手指挪到这个地方，翻过来，这是一种。然后这两个花瓣收回来，这是一点。第三种撑开，拎住这儿。太细节了。对，然后捏东西还有，这个叫兔蕊，是我数学兔蕊。哎，不敢瞎说啊，瞎说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一种，然后把这个挪上来，这又是一种。分开还有一种。然后放这里，这又是一种。夸我。